新年到了，今天我去拿我订造的马卡龙，准备送给我的好闺蜜，还有带来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老板。老板来了，好兴奋，好期待哟。猜猜是谁呢？老板一猜就猜中了，他是怎样知道的呢？在以前有看到一些视频，就是关于订单的视频啊，所以说看的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订真。他的尤其是他的这个服饰就是非常有特色，就能看得出来。订真珍珠就是独一无二，看一眼就不会忘记。网上有很多视频，我们也不见得很多视频，各个平台也都看到过。希望老板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丁真珍珠，我给他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。好，谢谢丁真粉丝送来的杂志啊，也祝丁真和丁真粉丝新年快乐。怎么办，那么可爱舍不得吃哦，把这些小可爱带回家再说吧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